大家好，我是吴浩中，是一名专业的扯铃表演者。那从2014年开始表演到现在也将近十年了。那我扯铃的时间大约是13到14年左右的时间。那期间有比过很多赛，比如说我拿过亚洲杯的扯铃亚军，东京国际扯铃大赛的直立领的冠军。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招式是跪着做直立领，因为直立领这个东西一般来说我们都要跟着扯铃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但是这一招的特色是我人完全不用转，所以可以制造一个对扯铃人来说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是从一个日本人那边看到，我发现他可以站着然后定着做之后，我把它改良变成我自己的版本这样子。第二个我最喜欢的招式呢，它叫做小朋友下楼梯，因为一般人不会在扯铃旋转的时候去接触触碰扯铃或者把它变成招式，但是我把这个概念变成扯铃在旋转的时候从这里打到这里之后再打到这里再打到这里，一个下楼梯的概念，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第三个我自己最喜欢的招式呢，是我从法国跟比利时一位叫 Alex 的大师进口的，扯铃会长这样子，那最后再加上我的延伸让扯铃长这个样子，就很帅啊，扯铃会像 3D 这样跑来跑去，然后最后像水流星，我觉得我喜欢这个画面。对我来说，扯铃他就是我的好朋友，虽然听起来很俗烂，但他真的就是我的朋友，就是我会很自然的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然后那种心流的状态可以让我得到很棒的体验，比如说我可以在有很多新发现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我跟你一起做到一些事情，然后或是就算即使我觉得今天手感很差，我今天很不想动，但是其实有时候你真的动起来，你跟他相处玩一玩玩一玩，其实今天还是会有所得的。对啊，你跟朋友相处就是有耍废的时候，有很高兴的时候，也会有难过的时候，就是我发现跟一个东西不管他是不是人，你只要跟他深入的相处，你有好好的钻研，其实基本上那就是一个朋友，那就是一个羁绊的关系这样子。